你好，你好，美女。不走啊？哦，不是不是，我爱你。啊？那个我是拍视频的博主，然后想问你两个问题，可以吗？刚才我老弟就是在道边看到你说你特别漂亮，然后我有点挺不住了，我就想跟你聊聊天，我想上车跟你聊聊天，可以吗？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啊，我上来了啊，这美女可以坐后边啊。对，你这个车是你们是谁的呀？是我的。给我呗。那你是那个网红是吧？啊，我看你长挺帅啊。哎，你本人比视频帅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准备去干啥呢？想喝点小酒。那一会儿咱们可以一起喝。这么快？你们一会儿没有事儿吗？今天晚上你就是我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你多大了？今年刚18。拉倒吧。那你多大？48。你48，你全家都48。嗯，你真可爱，你长得像韩国人。真的吗？嗯，在手机里看也像，但是感觉在手机里边看没有在本身看着那么的。不要离我这么近，我害羞。你老弟都冻成口了，要不你让他上车呢？啊，那个老弟，哎，那个我东西落北京了，你去帮我取一下呗。啊，北京啊？啊，你去呢，去吧。啊，行。一会儿你们喝酒带我呗。能喝吗？啊？你什么酒量跟我们喝？但我体质不太好。你过敏呢？我过敏特别严重，一碰就红。不信你看，等会儿没看着啊，红了吧？你长得真漂亮，你去给我演一集我那个剧呗。你是导演，你要潜规则我。啊，那太好了。你这个剧是白天还是晚上呀？啊？你跟谁有这样吗？啊？那我不要了。啊。那你要啥？你要点不一样的。得亏我没亲，亲了我就背叛网友了啊！你是我粉丝啊？你怎么？你平时跟别人这样吗？你学话学这么快？你跟谁都这样吗？你死了？没有，我平时不这样，摸摸脸都红了。哈哈，等会儿我又掉盘丝洞里了，能怎么感觉？什么是又啊？啊，我爱吃柚子。哎，你拿口香糖干嘛呀？我嘴有味儿啊。你不懂这细节吗？什么细节？你不知道想亲嘴之前都会吃口香糖吗？哦，我不想吃这个。但是吐了。我想吃你嘴里那个。嗯，哎，老弟像死人似的。哎，你别咬人家啊。